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大家都知道赛季初上分的难度比较大，很多玩家都会被离奇的队友搞炸心态，而大仙最近也在冲击上王者，但是开播两个小时后都没有能够赢一把，让一向淡定的大仙变得不淡定了。不管队友的行为有多么离谱，大仙都一直在尝试压制住自己的怒火。这局比赛他打出了一个520的战绩，他都还在开玩笑说自己想要将这个战绩送给自己的队友。这局比赛大仙玩起了鲁班，希望自己能够 C 起来带队友们飞一把。于是在这局游戏里面，大仙也是全力的发挥出了自己实力，一度推到了对面高地，最后一波大仙直接团灭了对面。虽然自己被击杀，但是兵线已经进塔，完全能够一波对面。但是让大仙没有想到的是，队友根本就没有扛打保兵线的意识，兵线没了肯定没有办法一波对面。结果对面在复活了以后拿下风暴龙王，反而一波推掉了大仙的水晶，大仙也是当场破防。其实被队友给欺诈的经历大家应该都有过，大仙为了给大家留下更好的印象，一直都没有怎么发过脾气。这次大仙确实是足够努力了，自己的战绩也还不错，但始终没能拿下胜利，确实有点可惜。小伙伴们，赛季初期有没有奇葩队友吗？